點解咧？唔想唱啊！有啲我啲歌好聽㗎。心想做 Attending Reunion 的 show 之前，他說林燕文，你寫歌吧，你寫多些歌吧，你寫歌好好聽的，真的。他真的是這樣的語氣。那當時我聽他這樣說，我就覺得，哎呀，你對我這麼好，你當然會這樣跟我說啦。那我哪懂寫啊，其實。那然後，後來有一天我在家，我覺得我自己很不妥，很不掂當。而我唯一，我發現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寫歌。而我想說，關於我寫的歌，怎樣出發，有什麼秘密，我在想什麼，這個世界上只有盧海同一個人知道，從來都是。咁我以後就會將我嘅秘密都寫喺我寫嘅歌裏邊嚟同佢傾偈。羅海彤嗰句鼓勵，我永遠都唔會唔記得佢講呢句説話。所以因為咁樣，我好勤力寫好多歌。羅海彤最中意嘅其中一隻歌咧係《Over the Rainbow》，就係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我記得有一天他很開心很開心地跟我說，林燕文林燕文，你聽一下 Over the Rainbow 的歌詞。 Oh why but oh why can I， 他很喜歡呢整段歌詞講出來，然後逼我聽，然後將他心裡面對歌詞的感覺講，他對歌詞很有感覺。而這首歌講的就是在遠處就會有的了，等一下吧，在遠處就會有的了。我們也有一首歌叫做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我們也有一首歌叫做始終一天，都是一些等一下吧，或者會有呢，在 somewhere 可能會找到。他離開給了一樣一個很大的悲傷，也都給了一個很大的禮物，而我在這件事裡面學會任何令你痛不欲生的事裡面都有一些東西你可以很感謝，起碼我可以很感謝我人生遇過一個人。而有一種愛，有一樣接觸在這裡，在這裡找我們，不用等在哪一天或者在哪裡。這首歌是送給羅海彤的，送給我們的，送給我們每一個人。
期待中的温柔，还有然后，还有快乐有很多理由，最快乐是懂得。